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因为白色情人节快到了，所以我妹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给她的男朋友。那她男朋友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我们就是等她回来，要给她一个惊喜啊！干，输了啊，又是第八名。哎，回来了。哪里哪里？这里。好，接。喂，老大。各位，她男朋友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情人节快乐！我自己做的啊，你会觉得超恶心的。看，还有我们的名字。你这个礼物太小了，还有一个生日礼物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哇塞！那你们要开箱吗？好啊，拍一下来，来啊。还有背面。哎，我真的是前几天才刚把那个海贼王全部的那个动画追完的。我是像漫画还没追而已，我是海贼王迷，而且我现在 email 知道说好像是缺一个乔巴嘛，那多方明哥，然后还有罗，可是罗的话我比较喜欢戴帽子的样子。那这次好像是15周年了。15周年，但我忘记它是哪一个电影版的。交换礼物啊！太吧！交换礼物。那我们来开箱吧。开始吧，上刀，生日礼物，这有提到多到吗？我记得我生日很特别，4月10号。baby， 可是看起来好像很贵。你觉得这一盒多少钱？这一盒，对啊。我觉得这很不懂公仔的这种东西，因为其实我平常也没有在收集什么公仔啊。可是我就是很喜欢海贼王这个动漫这个系列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从小看我看到大。我跟我爸在一起最常做的事就是一起看海贼王，而且我会看这个东西，因为完全被他洗脑。我觉得这一盒应该不贵吧，因为之前去角王去看到也是超多保价400-500啊，就有啦。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话，如果按照保价讲，应该再扣个200吧。所以我觉得他一盒应该就300块。你明天看他左上角一个什么东西？左上角没有哦，这个吗？金正标签哎，你说4-500。展哥，你觉得多少？我花机大概可能700-800啦，但是有一个金正的加15周年的，大概一盒1200左右吧。哇，太接近了，但是可以再高一点没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是一只要至少1200吗？超过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买十只恐龙给我就好了？想说要送一点比较特别的礼物。女孩子哎，我是女孩子，你送我这个，我知道摆哪里。主画是超了17000左右，上下差不多了、嗯，真假的？真的、啊，一盒1700的给你。超精致的，哎呀，这个超精致的，天哪！哇，这是什么？索隆哎！艾滋哎，这个不精致的，天哪，好棒啊！开心吗？超开心的，而且这个草包有特别的质感，真的很有质感，看到了。
真的是有功能用。还没用啊？我看你大只哦。它超大只的，天哪！哇靠！超大只。干正版跟盗版那有差哎、欸。脚放不进去哦。这边点比较好。你要帮我放一个很漂亮的底图。地图是吧？哦，哦，哦，不是，哦，怎么了？我靠，是把车断了。超酷哎、我知道我刚刚的开箱方式一定会被人说，喜欢公仔的动画迷们爆红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公仔的这种事情，听过他们说什么金标哦，很贵的东西，我其实猜到后来我才发现说他的家族其实都在家族上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他其实每个细节都做很精致，非常棒，他其实不会有任何一点的颜色的误差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纸是非常小的，然后他在细节方面还有一些线条都非常。但是在那个包大头方面，你其实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就跟仿真的一样，只差在说它真的没有摸起来那么柔软，不然其他细节我真的觉得它都非常的好。你看那蜜蜂渐层色有没有？真的，我真的觉得真的超厉害的哎！哇塞，十五周年系列的，我现在都亲身在眼前。就像仿机，它是因为机器人，它身上一定会有一些损伤的细节，这些都有。反正以上都是非专业的开箱。那如果说我们有任何不适当的话，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开箱的话会更小心。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你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不用订阅，不用分享，大家开心就好。其实他是说想要赶快订阅，开铃铛，那我们大家开心就好。我是阿蛮，我是他妹，我是他男朋友，见喽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